Vanna， 很荣幸这一次呢，我们跟好好还有太昌行联名合作，然后要推出一个礼盒，然后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它酸梅膏来做好喝的居家调酒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来做 有一杯叫做好的秋叶。那材料呢，我们有用到新鲜的葡萄柚，把它切成角状，然后只需要三块就好，然后变一点丢进去，然后用那个导棒稍微挤压它。那你在家里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些像棒状物，比如擀面棍啊，或是真的没有的话，筷子也可以。然后这次我是选择用琴酒，放1.5盎司，然后用太昌堂的酸梅，然后只下1.5茶匙。这样我要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一点蜂蜜，也是把它搅散开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加入刚刚冰镇好的薰衣草茶，也是太昌堂的茶咯，我们是下2盎司，稍作搅拌，然后我们就加冰块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放上装饰，就是你可能会切多的丁，就摆着。就是把它那个果干烧一下的话，它会有那个非常好的香气出来。完成了就可以喝了，请用。